一起来做默想祷告。我父啊，您饶恕我们，我们的祖先犯了悖逆的罪，我们祖先犯了罪却没有悔改，我们身上背负起了这祖先的罪过。求我父饶恕我们。我父，如果我现在不悔改，我的罪过也会降到我儿女身上，因我的罪让儿女死去。求我父帮助我们，使我们醒悟过来，使我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罪，向上帝认罪悔改，使我们靠着基督宝血的应许，成为崭新的新人。求靠基督的宝血赦免我一切的罪过，使我活在光明中，使我和我的儿女做爱国者，使我们做孝子，使我们有兄弟有爱，使我们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。奉耶稣的名，感谢，先祝福祷告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找一下彼得前书5章10节。我们在这世上说：“哎呀，这命运是天生的，我已经没希望了。”我们不要沉浸在这种世俗的理论中啊！我们不要听世俗的理论，我们要听的是上帝的话语。那么，当我不爱听上帝话语的时候，说明，哎呦，我现在是在走向败坏中啊！箴言15章12节，属魔鬼的时候，不爱听上帝的话语；我走向败坏的时候，不听上帝的话语。为什么说当今教会都成了假的教会？如果教会讲的是好听的话，讨人欢心的话，那就是假的讲道。彼得后书2章1节，上帝的话语是刺痛到我心灵。而上帝的话语是拯救我心灵的，耶利米书3章15节，上帝派遣的真牧者，上帝的话语像稳钉的钉子一样钉在我心，而且能医治我的心灵。大家要懂得分辨呀，原因是4章，上帝让我们懂得分辨。彼得前书5章10节，我们读一下一二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。曾在基督里招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。阿门。在座的各位，大家都希望成功，而且我们的终极目标一定是要去天国。我们都希望儿女顺顺利利的。儿女们考试的话，大家都希望儿女考上好的大学。那么，怎样才是？那么上帝为什么说离开了信心就如同猪狗一样呢？有了信，却又离开了这信，离开了信心就成了猪狗了。彼得后书2章22节，为什么上帝把离开信心的人比作是猪狗呢？猪狗和人类是最亲近的动物。大家知道，我们养狗的时候，时间久了也能和狗养成感情。因为狗里边也有感情，我们人里面也有感情，动物也有感情，我们也有感情。箴言21章25节，而这人情只会害死自己。我们爱动物的时候，那都是靠人情，而人情只会害自己。我们靠人情来活着的时候呢，夫妻关系不和睦，因为我们的心思全在人情上，这人情跟动物是一样的。而上帝的爱是支配管理一切的。上帝的爱呢，能支配一切的人情，能支配管理一切的人情，不会被困在人情上，反而是管理和支配一切的人情。好多人说：“哎呀，我都年龄大了，我已经真的没希望了。”而全能者上帝能给我希望。全能者上帝说什么都能行，而世上的学者、世上的理论呢，有很多很多讲究。哎呀，3岁的习惯到了80也改不了，有各种各样的门槛儿，有各种各样的条条框框，甚至在教会里也讲究的是世俗的理论。
让大家都失去了希望。而上帝告诉我们，无论我现在身患什么样的疾病，无论我现在身处于什么样的环境，上帝医治这一切。彼得前书5章10节，我来读一下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恩典，我怎样才能领受这恩典呢？唯独在基督里使我蒙恩典呀。以弗所书1章7节，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得恩典。基督的宝血赦免了我的罪，使我蒙恩典呀。我们找一下以弗所书1章7节。好多教会说，哎呀，蒙恩典吧，但是说这话的人从来不认罪，也不悔改，也不承认基督的宝血，那这话就成了假话了。哥罗西书2章2节，基督就是上帝的奥秘呀。当今欧洲的教会为什么走向了落魄呢？欧洲的教会都是富丽堂皇的，教会建筑物都是纯金子大理石建造的，尽管这样，为什么走向了败坏呢？那都是因为不认识基督的奥秘，不承认基督的宝血赦免罪过。在这世上，我们人都是说谎的，罗马书3章4节，人都是说谎的。那人编造的宗教怎么能说是宗教呢？如果我朴牧师不悔改的话，我也是个说谎的。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人都是罪人，所以我们需要悔改。而我稍微怠慢，稍微不悔改的话，我身上心里已经有罪恶不断地涌出来了。有罪恶的地方是有魔鬼贴进来的，原因是3章8节。罗马书7章14到15节，大家可以读一下。我心里有罪的时候，就心怀二意呀，不知不觉就在说谎，因为我们心里带着恶魔恶鬼。我心里带着恶魔恶鬼，这时候总爱恨别人，总讨厌别人，说话总在说谎。以弗所书1章7节，唯独基督的宝血赦免我的罪呀。我们靠着基督的宝血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我属于基督了，在基督里使我的罪得到饶恕。格林德前书3章23节，我属于基督了，属于基督的就是属于上帝的。我们在基督里罪恶得到赦免了，我蒙恩典了，这时候就能靠近上帝呀。恩典，我怎样才能得到恩典呢？这正是靠着上帝的奥秘做四阶段悔改呀。以弗所书1章7节，我们读一下1、2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，过犯得以赦免，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。阿们。以赛亚书59章1、2、3节，因我的罪得不到上帝的帮助，而这罪只有靠着基督的宝血才能得到饶恕，唯独基督的宝血赦免一切的罪过。所以不靠着基督是得不到恩典的，唯独认罪悔改，靠着基督的宝血做了四阶段悔改，这时候才能蒙恩典呀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我来到教会了，我怎么还得不到上帝的帮助呢？并不是说我身子来到教会就能得到帮助，我要认识基督的奥秘呀，我要承认基督的宝血赦免我的罪。我们再找一下彼得前书5章10节，赐诸般恩典的神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在基督里，只有在基督里使我的罪得到赦免，进入到基督里，这正是基督的奥秘啊。哥罗西书1章27节。当今好多教会说蒙恩典，而却不认罪也不悔改，结果就成了谎言了。在基督里，上帝召我们了，
我在基督里得蒙救，得了救赎，在基督里我的罪得到了赦免，我得到了救赎。这时候上帝召我，所以我们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承认自己的罪过呀。并不是说我身子来到教会就能得到上帝的帮助啊，我要向上帝认罪悔改，我认罪悔改了才能得到上帝的帮助。所以多承认罪恶呀，罪恶多的地方恩典也越多呀。罗马书5章20节，承认我是罪人，向上帝承认我的罪过，一的承受我所有的罪过，这样得上帝的恩典的。提摩太前书1章15节，我承认我是罪人中的罪魁。一个人能承认自己的罪，悔改到什么程度，能承认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呢？这时候是能得到上帝的帮助的。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，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荣耀。什么是荣耀呢？不靠着基督是得不到荣耀的。我们找下罗马书3章23节，有罪的时候是得不到上帝的荣耀啊。为什么会有各种各样的教派分党结派？因争吵纷争才会分党结派，分党结派的时候是不属于圣灵的。罗马书2章8节，上帝告诉我们，分党结派的时候那都是属乎肉体的。犹大书1章19节，分党结派那都是属乎肉体，爱纷争爱争吵，而且不悔改。格林多前书3章3节啊，分党结派的时候连猪狗都不如啊。犹大书1章18到19节，我们遇到困难了，分明是因为我们有听从上帝的话语，我们求上帝给我祝福，求上帝保护我的孩子，求上帝给我保守，而我生活中却违背上帝的话语。上帝创造了这世界之后，就已经把一切权给了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世上支配和管理，而我们却没有听上帝的话。上帝不让我摘善恶果实，我偏偏摘了那善恶果实。我们这样犯罪，违背了上帝的话语，还不悔改吗？好多教会讲荣耀，荣耀，到底什么是荣耀呢？我有罪的时候是没办法荣耀上帝呀。怎样才是荣耀呢？怎样才能荣耀上帝呢？我们找一下格林多前书10章31节。在座的各位，我们来认清一下我，我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呢？荣耀归给上帝，我的罪得到赦免了，命运就能改变了。我的罪得到赦免了，我就能成为义人了。格林多前书10章31节，我们读一下1、2。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。阿们。在这世上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上帝的荣耀而行。无论是吃还是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上帝而做。33节，我们来读一下格林多前书10章33节1、2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众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阿们。荣耀，首先我的罪要得到赦免，才能荣耀上帝。只有认罪悔改，做四阶段悔改，只有靠着基督的宝血使我的罪得到赦免。所以如果不认罪不悔改的话，
是没办法荣耀上帝的呀。无论在什么事情上，无论是经济上，还是健康的问题，还是夫妻关系上，无论在什么事情上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，我面对的人是精神病患者吗？还是癌症患者吗？无论是什么样的人，我都要给这个人带来益处，这才是荣耀献给上帝。而我怎样才能使身边的人得到喜乐呢？这喜乐是上帝的礼物啊。罗马书15章13节，我心里不喜乐是因为没有得到这喜乐呀。我怎样才能获得这喜乐呢？我从上帝那里得到了荣耀，这时候能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。只要照着上帝的话语如实做，大家也能得到祝福，事业也顺利，儿女也顺利，这时候荣耀是献给上帝的。只要我的罪得到了赦免，就能得到祝福了。这喜乐唯独上帝能给我喜乐。我们在这世上说，哎呀，开开心心的生活吧，我们做不到啊。我们知道要开心的生活，喜乐的生活，但是我们自己想开心也开心不起来。唯独获得了信心，这信心使我喜乐，上帝的信心使我喜乐呀。罗马书15章13节，内心的喜乐，这时候就是补药中的良药。箴言17章22节，我获得了信心，这时候才是喜乐无穷的。在座的各位，无论是在现场听讲道的信徒们，大家听了这上帝的话语，如实的顺从，这时候上帝的话语全是给我带来益处的。所以我们来找到主啊。无论在什么样的事情上，无论面对什么样的人，都要给这个人带来益处，给这个人带来喜乐，也能使这个灵魂得救，也能使这个灵魂去天国。这正是荣耀献给上帝呀。我带着罪恶的时候，没办法做到这一切的。罗马书3章23节，所以我需要认罪悔改。我先认罪悔改，在基督里使我的罪得到赦免，蒙召唤。这时候上帝亲自造就我呀。好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们努力吧，靠自己的努力是做不成的，只有顺从上帝的话语，向上帝认罪悔改，做了四阶段悔改，愿意是1章9节，能承认我的罪，能实实在在的告白我的罪，这时候上帝使我内心获得信心，上帝使我的心灵喜乐，使我获得上帝的荣耀。我们找一下箴言20章7节，我的罪得到赦免了，这时候才能做义人呀。箴言20章7节，我们一起来找一下。箴言20章7节，我们读一下，一二，行为纯正的义人，他的子孙是有福的。阿们。在座的各位，大家都希望儿女顺利，大家都希望儿女有成就，儿女成功了，这时候做父母的也开心呀。儿女成功了，这时候父母也有晚年的祝福了。而我成了义人的时候，儿女才能得到祝福啊。彼得前书5章10节，我来读一下，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正是在曾在基督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给身边的人带来喜乐，给身边的人带来益处，这时候是荣耀献给上帝呀。好多属魔鬼的不喜欢我朴牧师，但是内心的魔鬼退去了，就喜欢我朴牧师了，因为朴牧师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全是给我们带来益处的，全都是让我们好的。这一切是靠上帝的恩典，上帝亲自造就我呀，上帝亲自成全我，不是靠自己，全要靠上帝。所以我们需要做的只有认罪悔改，这一切全靠上帝的恩典。我承认罪，向上帝认罪悔改，只要我属于基督了，这时候上帝使我蒙恩典呀。
上帝亲自做的，谁都挡不住啊！我们和身边的人相互问候一些，问候一下吧。上帝亲自做，所以才能行啊！正是因为上帝亲自做，所以才能行的。是因为上帝在做，所以能行。如果让大家做，让我做，咱谁都做不到，咱谁都做不了。只有在基督里，这一切只有在基督里，上帝亲自造就我呀。在基督里边使我们得到这一切，只有在基督里招我们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属于基督，我们一定要进入到基督里呀。我们领受这祝福吧，使我们得到祝福，使我们后孙领受祝福。我们呼喊阿门。我们为这个国家和民族祷告吧。我能得到上帝帮助的时候，为国家和民族祷告。我们都要为国家和民族祷告，为儿女祷告，按照上帝的旨意向上帝恳求。只要成了义人，只要成了义人，上帝保守住我的全家。全能者上帝亲自成就这一切。真切的祝愿大家领受这祝福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，我们一起呼喊主啊，向上帝认罪悔改，一二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。主啊，모두가 그 다 소원을 이루어 자손에게 복을 물리게 하옵소서.